妈妈在这边砍了几棵树，用来做那个屋上的梁。这是我们自己种的那个杉树。终于拉上来了，终于拉上来了。小胖在下面推，妈妈在上面拉，终于上来了。那我觉得这娃娃子是拉上来的，小胖爬不上来了。小胖又要干活去了。因为这个树太滑了，然后用那个铁钉钉住，然后用那个山车拖回去，也省力很多。不然的话太累了，这个树刚砍的特别重。小胖又打不着火了，那个沙滩车。小胖，小胖，小胖，记得把它记在，记在那油门了。沙滩车踩了半个小时都踩不响。啊？踩脚上的？踩不动的，这挖死的吧？我就开几天没出来，基本不能开了呢。你的车已经不受欢迎了，踩不响的时候，妈妈都说抬走算了，省力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小胖走了，你过来一点，不要到他车子前面。啊，可以啊。他们对那个沙滩车放弃了，抬着走了，想着用沙滩车轻松一点，殊不知又在干着难的。沙滩车靠不住，还是妈妈跟舅舅抬着走了，扛着去了。